穿这么一个蓝衬衫，你看带一个它，就是它适配度特别高。你配那种稍微甜一点的衣服，或者这种稍微正式啊、气质一点，或者是酷一点的衣服都很好看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这个金属的光泽度，而且这个 KLIN 家的饰品，我就是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跟大家分享了，就这个牌子我非常喜欢。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光泽度真的非常的好，就整个金属特别的亮。包括它后面这个延长扣的位置做的也很好，像这个环就是比较大的那种，你扣起来也很方便。然后它延长链也有这么长，就是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脖子的长短啊，或者是衣服的长短去调一下它这个佩戴的位置。而且说真的，它这个小外这型我觉得做的特别的好看，包括上面这个，我跟大家说很喜欢这个泡吧，上面还有一个小小十字架，这个盒子做的也不错，就是大家如果你拿去送闺蜜生日礼物啊，或者送人什么的，也都是挺有品质的。然后是这双 Chanel 的白色的运动鞋，这个之前我在短视频里跟大家介绍过，就是我本来想买他们家那双银色的，我待会把图片贴在这边，但是银色就说没有了，断货了，因为那双非常非常的火。但这双白色也很好看，就白色会更百搭一点嘛，银色看起来会更酷一点。你说它不是白雪公主是什么？之前那个 room tour 里大家也能看到它，它的缺点就是非常的不耐脏。这块是这种麂皮，这块是那种亮亮的漆皮的材质，然后有一颗大的双 C 标，你这穿在脚上多好看。先跟大家说一下，我现在人流浪在杭州，就是咱们这个地界比较小，就这么大块点地儿，所以给大家展示的时候，我要站在这儿呢就非常的难找角度，就是灯什么的架子不好位，就是对不起大家，就只能这么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上脚非常非常的好看，显得脚也很细。它呢又像很多就比较大的鞋不是会显得稍微有点笨吗？但是这双又属于秀气之余又显得你腿很细。哎，咱看一眼鞋底儿，鞋底儿上还有一个双 C 标，那真的是非常的奢华。